潘森怎么打？潘森打不了，我不建议你打潘森，进步打不了潘森。点燃连体狗，就是我说带点燃的上单的一定会叫打野，因为他处理不了兵，现在先被控一定会叫人上来。懂我意思？就是这里，这是区别。小丑100%给他当狗。玩杀人玩习惯了，碰到那种跟他可惜来不及，没办法。小丑帮了他两波，这波帮的还挺关键的。就这种上单最多，都是跟你玩莽的，玩数值，玩点火的，没什么技巧。压他线，小丑肯定会帮的，压他打就行。被小丑盒子给恐惧，这蹲没用啊，蹲是没什么用的蹲，我断刀线一样，不会去抓中路。
等他盾消失，我就不要A。等他盾消失，一瞬间 A 出去就死了。如果你 A 的话，你是 A 不死的。等他盾消失，那瞬间 A 出去，一定要忍了。就哪怕说你最后死了也没办法，就得忍了。你 A 出去的话，你就不行。 摁着 Q， 这很正常啊，你打多就知道怎么样 W 抵消日轮的那些技能，这很基本。打日轮 W 基本都是拿来放他贴脸，打乱他技能连招的。你剑魔打日轮就不要拿你 W 来练他了，除非说你优势很大才会这么做。 开大就 A 了，开大 A 一下刚好死，他大招绝对烧不死，有可能会死。他如果有点火，我一般是没。好屌的教练。 大哥，我征服者满城的，征服者满城加坚不倒，这个不闪，这个死了。
我最痛的一段伤害他都敢吃，满城征服者，大灭，坚毅不倒，被 Q 三砸是谁顶得住了？他这里没大，不怕他，等他过来。放个这个结束了，刚好钱是够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他带火炸的会越炸越快，一般带火的他只要一炸就炸到底了，他也不能怎么打回来。所以你不要看带火人打得凶。他是集了很多的那种，就是他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对线上，这其实很不健康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把所有资源集中在身上，然后去跟别人比，如果你比不过，那是真的特别特别伤的。如果你比得过还好，因为对方他从一开始，他如果从一开始他对方他都没有带火跟你打的话，你带火跟对方打，你还是打不过的话，那就有点那个，会很难受的，因为你是集了很多东西的，舍弃了一些散弹型的东西，你肯定英雄玩的也不是那种传统一点的上单英雄，玩的很奇怪那种，你本身打得过对面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一般，而且你也不可能。总是维持那么高的成本，对不对？去跟别人比，你比着比着就把自己比炸了，很正常。趁日本不过来都死了，基本上是。哎，怎么31 MS？哎，我前面打不是？他怎么延迟变高了呀？我前面打不是10 MS 吗？怎么变到31了？哎，好奇怪呀！什么情况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礼。不会啊，他不是东部大区吗？他水晶之门。
我变31了。换节点我不懂，换节点那也是服务切换。 出 CD 我装备不怎么变，是因为我这么出，大部分时候都有效。它能完全覆盖我所有的，我游戏里面的我想打出来的所有东西。 并不是说我一套装备出到死，是因为我打的是有说法的。我这么出是能打得出来我的东西，就先是人再是装备，不是先是装备再是人。如果先是装备再是人，就相当于你玩游戏是填标准答案的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 但这里你可能会杠说什么，哎。 那如果说先是人，那我出灭世法帽可以吗？可以出灭世法帽，但是这种想法你不可能一直玩下去，懂吧？你玩着玩着，你这种创造你玩到后面也是会玩不下去。我指的是你要保留这种人他的思想，他是高度自由的那种就行。 这么痛呀！这虚弱，肯定是先是人再是装备的，没有捷径的。你什么装备都可以穿。 套公式你可能很短一段时间，你可能能拿一样，但是你玩久了还是会有点奇怪，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、啊，玩久了肯定是会有点怪怪的。又没事，找你，现在吵架感觉出来，这种氛围都不用打字问就知道对面肯定在吵架，一点感觉不出来。 对面在哪？我拱火干嘛？<音> 拿下路。